而今個回合，今個今次賽事都係會行翻三個回合，每個回合中間休息一分鐘。再同佢講點嗰啲。而台下嘅旁證係有陳永輝、陸兆明、鄧俊基。台上嘅拳證就係朱志偉。 喺 break 嘅時候分開啦，喺 free 嘅時候要進攻，兩分鐘。掌聲唔該。Round one，第一回合。 有抽上，远啊！
步回氣，走步回氣。你係打身冇用啊！就係啦，我要個頭一定要收佢嚟啊！咁咪咯，打身冇用，唉，慘啊！打埋打中啊！佢應該回氣，佢應該嚇，應該走步回氣，南方走步回氣喎。系咯，护住头走啊，步回下气咪得咯。回气先啦，你系咁回，唔系想咬。系啊，自己软晒。佢同埋嗰个红方守得好稳嘅。啊，人一遮完头就打，一遮完头就打，同埋又有力。人哋睇住你个头嚟乌啊，大佬。嗱，你又成日讲啦。你仲同佢冚嗱？唔系佢上勾拳咧，啲角度唔啱啊。邊個啊？藍色啊？藍色啊！哦，問俾啊，咁啊，係咁抽除，係咁俾人抽除啊！係啊，傷啦，咁都已經。紅方有抽除啊！而家有抽除，你好傷，好易傷，你好賺。誒，阿妹妹對住你笑啊！冇乜人啊，而家。呢个妹妹唔识欣赏我哋啊 ！Second out 助手离场。加油啊 ！Final round，Final round， 最后一个球。啲绑者先啱啱走啫嘛。最大嗰啲咯。好。阿師妹應該係嚟同人場先，點講？師妹，係啊，即係同埋個 friend 嚟，應該佢嗰啲打完就走啦，走咗，係啊，佢肯定就話嗰啲 friend 打完就走啦，係啊，同佢哋慶功噶啦嘛，贏就慶功，係咁俾人逼嘅。哎，系啊，睇准一嘢。好，佢哋打啲拳有腰滑啲嘅。哦，膊头，膊头，狂打。睇住系打。好，扯你打到肚有。你如果打得個肚就上埋個頭啦，係咯，你冇組合啊，你冇一樣。唉，冇氣啊！繼續啊！以前佢喺上面打，依家喺下面。
我哋仲升咧，師兄，我哋升咗上嚟睇。乜都睇啊！唉、哎，成日話抽除啊，就話挑戰你啊，抽除。哎，打抽除呢個。嗱，個最後一場嘅賽事，大家俾埋你剩餘嘅掌聲。啊！幾位球員嘅拳手。啊！好。現在宣布比賽成績。第十一場賽事，紅方刁拳館陳永康對南方嚟自富德拳館嘅陶永俊。第一回合，紅方比南方嘅比數係30-27。第二回合30-27。第三回合29-28。總成績紅方89，南方82。所以今次嘅勝方係紅方，嚟自刁拳館嘅陳永康。第十一場 MWOX 對抗賽63公斤級別嘅優勝方就係嚟自刁拳館嘅陳永康。好，我哋有請 MWOX 嘅黃志奇先生為我哋上台頒獎。拍埋個頒獎啦，美啲 ，perfect 啲，有頭有尾，係。好，首先就係頒發優異方嘅，就係、是、嚟自南方富德拳館嘅陶永俊。跟住來就係我哋嘅優勝方，紅方嚟自刁拳館嘅陳永康。交人啦，你得唔得交人啊？啊，得啦，我都系咁样啦。我告你出大兵嘢啊！我又约你，你班你得啦。我复佢歌先，复佢歌先，系啊。难得个厕所搵个翻嚟救又唔顶嘅，可以乜都有嘅。好啦，随着呢一幕两个拳手落嚟嘅时候，亦都代表我哋今届嘅赛事圆满结束啦。咁就有請全體嘉賓、拳手同埋工作人員一齊上嚟，一齊上台，為各位觀眾謝幕。